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，腐乳炸肉。首先，我们将50克的姜、大蒜和红葱头倒入石臼里面，捣碎了之后，将汁水挤出备用。将切好的五花肉放入一个干净的盆中，然后在盆中加入盐、糖、胡椒粉、豆腐乳和刚刚挤出来的葱姜蒜汁，拌匀后腌制1个小时。因为豆腐乳是属于偏咸的食材，所以适当的加一些糖，不仅能平衡这整道菜的味道，还能起到提鲜的作用。然后我们将腌制好的猪肉裹上一层面粉，在这里我们用的是干粉而不是粉浆，所以建议大家将它静置个5到10分钟，让它有一个回潮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炸肉，把锅烧热之后倒油，把油温烧至5成热。当筷子在油中能快速起泡的时候，就代表油温已经到了。将猪肉下锅，用中小火炸3分钟，然后翻面再转大火继续炸2分钟。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了回潮这么一个动作，所以在炸的过程中，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发生像面衣脱落这样的问题。将猪肉炸至金黄之后捞起，再把多余的油脂给沥掉。好了，我们将炸好的猪肉切成片，你们听着咔滋咔滋的声音，听起来特别迷人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